好，来的部分，转折点去把它找出来。这个羊角可以大一点点，出到西顿，往外顿拉下来，它的正下方这边再去做勾。从这里一半，这里拉出去也可以，或从这个夹角这里拉出去都可以。这是弯的。弧度。这里对下来，转弯的地方，羊角大一点点，从这里对过来，微微带弧度，高低去把它做出来，这是最低的。弧，肉字边我们要把它写月竖笔，后面过半以后才弧度出去，一点点小弧度就好了。左西右出把它做出来，熬竖钩。拉出来，这里还是做横笔就好了。维持平行空间一样，这位置过来，下拉，收笔，这个地方直接做一个横折撇。好，这里写一耳扣 ，OK， 我们会直接从这里直接带一个撇，中间压出去。那这里我甚至可以当立地，拉到最低，也可以。先直过了一半以后才弧度出去，空间去把它分出来，斜度做出来，这两个 等高子再斜上去，高低斜下来，最低点在这里，这横折撇往中心的方向去带，它的位置过来，撇过来，从中心往右下带，这个捺笔不要低于撇，这高的。好，衣服的衣点正中央，第二个正中央三角形把它写好，下上三分之一，往上到一半要停住，这里再撇出来，下来稍微偏左一点点，正中央挑，这里斜上来或平的都没关系，带过来，中间这里压出去。这个角度是一样的，正中央写三角点下来，稍微偏左一点点，正中央位置平的过来，夹角捺笔出去，高低撇捺的高低，这里还是维持一个不字状。左右这两个几乎一样的齐左，好，一赏的赏。和上头稍微小一点点，尤其这个地方不要写太大，压略高，但没有比它高，这里不要写太宽，粘住了没关系，拉回来，角度大一点点，这个框架里面不要有横笔，空间一样一样，点在正中央，这边很竖点的哦，跟它齐平没关系，接触到顿笔再拉出来，一样，中心偏左一点点，一半挑笔上去，平的过来或略高都可以，带过来，一样从这夹角压出去，这最右边的笔画，这里几乎是齐平，那这里，那这空间还是一样。慢慢垂下来，最高点在这里。这个空间里面不要出现横笔，这个空间是一样的。正中央，好，这里顿拉下来一笔完成，一半的位置做挑笔，略高一点点，这个转折位置下来斜撇，这个夹角捺笔出去。略高一点点，这低的，这高的，这里还是维持一个 V 字状。然后推主笔上下，主笔在人字边缘哦，以手旁细到粗，一分为二，粗细粗，往左压一下，拉钩挑，
一个斜面，这最高点，竖笔这最低点，这个位置过来，带回来，这个夹角斜第一个横笔，第二个横笔，空间把它抓好，维持平行，竖笔下来，从里面长出来，这一段的中间去写做一个横笔推出去。一分为二，正中央切下来，这个地方要小，这个地方要大，这是一个大斜面，最左边在这边，正中央略高一点点下来，这个是最低点，这笔画从它的右侧过来去写夹角斜横笔，三个等长，这个距离一样，这略大一点点，这里再拉出去，空间在这一段中间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，好，那该推出去的把它推出去，位笔画不多哦，只有六七画而已，再写粗一点点没关系，字位再小一点点，好，这里等高横笔压拉回来，撇撇到正中央，粗细粗推出去，我刚刚讲的这个字要写小一点点，上下没有到一半，左右也没有到一半，顶多微微接触到，等高这里推到一个斜面，这里也是一个斜面，中心点交接的位置在中心点，这个距离是相近的，该避让的去把它避让，好，让笔画比较多，左边占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，右边占三分之二或五分之三，空间决定下面所有的空间，左边细右边粗一点点，空间都一样，这里做竖点，这个夹角细到粗，这里我们一般写日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丝，等宽，再一个距离靠近，这个撇的几笔下来，撇的几笔下来，有点斜斜的往内写，这个夹角稍微长一点点，但这不是主笔，这个位置斜撇要去碰到这个位置，下来一点，大概上三分之一，拉下来，这里挑，这里下来撇，这里捺笔出去，上面比较紧，下面比较松，上紧下松，这边是一个齐平的，空间都把它做一样，这里一样齐平，我之前讲过了，这个占一等份，这里是两等份，好没？这是高点，好，夹角写这里，这里过来写这两个丝的齐笔，这里等宽，等宽，夹角去写，夹角对应，夹角调笔，那这地方位置对应，正中央对应下来，这里对应下来，好，到一半停住再做挑笔，从这里对应斜撇，这个夹角写捺笔，高低还是一样，这个捺笔跟这一个笔画差不多高，这里略高一点点，国家的国，四边框，竖笔把它写直就好了，左边细，微上去，右边粗，一样直直下来就好了，然后这里会低一点点收笔，里面维持平行，这里我们会写凹，那点写，好，勾上去，点撇拉长下来，这里再关门，维持平行，左右不连接，这里占了三分之一左右就好了，这里一样，外围一样占三分之一左右就好，上下还是二分之一，
那这里直直下来，这里也直直下来，维持平行，维持平行，懂没？这空间是一样的，这略小，正中央写个勾，往这个角去写撇，在这个位置对应过来，横笔关门，这里起撇。有没有的？有，之前讲过了，月除了是偏旁才用竖撇，其他都写竖笔就好了。第一笔画是撇，正中央。第一笔是撇。好，横，粗细疏退上去，直直的下来，上去顿，左右是一样的。这里的空间是一样，这里多大，里面就多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空间是一样。正中央带下来，左右对称，这个空间也是对称。这里我们拉过来，这里到这里到这个地方，这里也是对称的。这条线绝对不可以低到这个红线下。好，鱼写过的一些偏旁结构要去把它记住。虎字头我们这里会变成一个横笔，想起来你要把它记起来啊。里面是土，空间多大，这里空间就多大，这里稍微长一点点。好，口，这里我们不会写那样子，我们直接写一个这样子就好了，撇出去，带出来。这是最右侧的，从头到尾空间嘛做一样，中间的口距离这里可以这个地方一个单元，这里下面一个单元，上面一个单元，等宽，这里再拉宽，这里等宽，这里慢慢拉出来，慢慢拉出来，中心斜撇，中心往右下角去带它的位置去下压，慢慢拉出来。这最右边的最低的。好，桃，左边的耳朵要小细粗，压下来往上拉，慢慢的拉，接好，细到粗，收好。这里的最高点跟这个斜面上来，下三分之一，顿十，后面带弧度，拉钩，到它位置以后再停住，再拉钩，所以这是最低的。这地方撇短短的，或者横折撇。竖撇都没关，竖折都没关系。这里对应过来，这里带过来，这一段一切为二。一半左右就要拉回去的。那这里高低最低点在这边，这是一个斜面过来去写，你在第二个正中央笔尖，第二个正中央压笔。下三分之一且横折，这里占三分之一空间而已，这里也是占三分之一空间而已，外围不是中心，是外围占三分之一。那这个地方从这个角角去写这个撇折，那这空间注意到这个竖笔它的下方，它的下方左右空间去把它呼应写上去的，最低在这里。桃唐，唐朝的唐，点跟横不要去连接，正中央横的三角形细到粗没关系，不要去连接，左边靠右一点点，弧度不要太斜下来，这里决定后面所有的空间，跟它齐平转折，这里稍微推出去一点点。好，这里关门把它关好，空间都一样，正中央写竖笔粗到细，这个位置对应下来，
左边吸，过去到它位置转折，右边出，再关门。中间没有连起来。不用，你说哪边中间没连起来？那个上面跟口。这里不用连起来啊？为什么要连起来？这个这里不用连起来啊？这个要有距离，懂没？位置不是从外面，也不是连在一起，这空间把它做一样，略长一点点，呼应的位置，转折位置这里过来，那这里是微微斜下来，但是其他的完全平行，就这个垂下来，拉出来，这最右侧再拉回来，这样懂吗？啊，这部分特别去留意。讲过的一些结构去把它记住，不要讲过的结构都还忘记了，来。